艺人张智霖9月23日现身 TVB 电视城，为慈善节目《星光熠熠耀宝亮》彩排。他被十多名女舞蹈员包围，真是艳福不浅呀。他透露这次表演会唱出多首经典歌曲，问到哪一首令他想起老婆袁咏仪，他的回应令人出乎意料。可以说坏女孩吧，有一首是坏女孩，能够说是对他的印象吗？啊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梅艳芳是他的偶像嘛，梅艳芳叫 Anita Mui 嘛，她叫 Anita Yun 嘛，你就知道她有多喜欢她了，知道吗？对。你讲正嘢，你想讲你老婆坏女孩？这是你说的啊。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？是怕回家要跪榴莲，所以不敢说出真话吧？不过这就是张智霖跟袁咏仪的相处方式。小两口打打闹闹的过日子，为平淡的夫妻生活增添不少乐趣。之前他们以夫妻档上阵接拍真人秀《一路上有你》，张智霖希望再有机会跟老婆一起做节目。我觉得跟他一块去做节目是蛮好的一件事情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会加深一点了解，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了。对，有的，其实我之前已经去过两个不同的，然后往后的日子如果有好玩的，然后自己时间能够参与的都会去玩呢。夜思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